这一段时间总是呢这一直说自我要沉静下来，人人啊心要安定，是心要安定，是否不要聚众，我们也一直就说不要聚众，可是呢也想那彼此之间要有拉一个距离，我认为应该呢人人自立，可是呢心呢还要更密切，要更贴近，这就是彼此关心。这种只是呢大家要自我意防，也是大家守规矩，意思就是说人人啊要戒慎虔诚，人的心态不要外面有疫情啊，内心呢有烦恼，总是只要预防它啊，这来为什么拖这么紧呢？那就是一种是交流，交流是从哪里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，那就是游览。假如观光游览不要那样的密集，其实呢心美啦，心地风光就美，心灵那能包太虚啦。我们现在还是呢心灵交流，彼此勉励，现在需要的就是心灵勉励，不断呼吁持斋戒。现在没有别的方法，把心静了，而且呢虔诚的心提起了，而且更要斋戒啦。斋戒只是口，要修口德。第一，不杀生，牲畜的躯体不入口。第二，多劝导，劝导人人如数，能这样心不口不造恶业，吞噬了很多的污名，讲了很多的恶言，无名口中造出来，只要把这种的恶呢断除，而且我们要造口好好的呢积福德，那就是吃该吃的，让我们身体营养足够，讲该讲的话，呼吁呢人人为这一波疫情来戒慎来吃斋，这样的口往善的方面，这就是造福，唯有积福啦，断恶啦，才能这种业力业障啊消除。我们不也诵经拜经啦、等等等等，后面呢都有一个回向，
烟消三藏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业障尽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我们要祈求的烟消三藏之烦恼，现在赶快弃除口的贪欲，心灵的贪吝啊，自然就会弃除。利用现在人与人啊都活动比较少，聚会比较少，忙碌比较少，这个时候沉淀下来，那想一想，回顾一下过去，我们呢有没有得罪人呢？有没有呢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过不去的这种心灵打结吗？我们有没有那样的对人间世间事有没有沉迷不能解吗？有真多呢，迷茫不能了解的，听法未入心，或者是呢听法谤法，或者是看人为先啊来造诽谤，有没有这样啊？再想细腻，再想一想，那我们平常呢生活是依靠什么来生活？吞食，我们的吞食啊有多少杀伤，造成呢冥冥中的业力业障很多。到底我们过去累积了多少粪扫，也是人类的累积，所以呢成为了污染。这样的污染呢变成了大自然，大自然的空气加上了人的心灵不调和，这种的人的心跟自然的法则就这样的两股气啦汇合，所以叫做众生共业。这大自然也在反复的啦，众生所造的业力呢也是呢在反复中。现在不是人力能做什么，大家要用一股很虔诚虔诚的心啊忏悔啊。我叫马启生，年轻的时候我做酒楼了，那时候我就杀鸡啊杀鸭杀五猪啊，抬到猎场来烧，杀死那时候有吃素了，路边菜我都会吃，我都吃到肉的就可以了。后来真正的不要吃这个，参与吃鸡啊，知道啊，爱啊吃素是比较好了，分的害死很多生命，杀了很多这个东西不好啊。我想起自己哇，以前我杀很多东西，我杀鸡杀鸭杀什么叫啊惨叫啊，哎叫的很大声的 啊。真的，现在恐怖啊！恐怖啊！我这个听话晚餐过呀，我有时候晚上我睡觉看到哇，我晚上要祈祷，要拜拜才能睡。畜生也是有灵性的啊，你要杀他也知道你要杀他，他也就会怕了也。不要为自己的口欲杀这些动物，我们一起来吃素，救地球，让自己轻松啊，比较轻松心安。这种事呢，我们
知因果，现在呢不能再丢毒啊啦，大家发一点心。现在你师父的名气赢，不是人人素食都好，还要家家素食。回家啦，多欠全家数，啊呢，吃吃的心安理得。我们生活在人间，那吃是维持生命的健康，维持这社会的祥和，这心安理得。